我们这里我们皇上选妃，那边有好多美丽的姑娘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。好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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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看一下吧。这位客官满脸愁容，小贤为你逢凶化吉，小贤为你算上一卦，算一卦，你会后悔的。伸出你的左手。哎呀，蓝色乃大凶之色，今天要避开蓝色。嗯，哇，有劳有劳了，有劳了。哎呀，这位女客官满脸愁容。小仙给你算上一卦，为你逢凶化吉。好啊，伸出您的右手。右手。哎呀，从手相上来看，今天你要避开蓝色，蓝色乃大凶之色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我的移动电话。哦，可以合张影。我大没见过，没见过。来，我们合张影吧。啊，哦，哦，这是什么？还可以看到我，哎，谢谢，哎，记好了，好嘞，蓝色，避开蓝色，蓝色啊，谢谢啊，辛苦了，一路平安，一路平安，谢谢，避开蓝色。这位女客官愁容满面，小仙为你算上一，你打哪看出我愁容满面啊？我还以为我是女客官呢，我说伸出你的右手给你看一下，哎呀，今天要注意避开蓝色。大凶之色，记好了。大凶之色，蓝色，他没看。看了，我已经看了。小仙一眼就看出你要避开蓝色，你客官记好了。蓝色是保护你平安，他命不要钱啊。哎呀，那他姻缘怎么样啊？哦，姻缘的话要收银子的，要收银子的。姐，皇上选妃，你要去参选吗？皇上选妃三年一次，本小姐怎么可能错过呢？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我们在讨论皇上选妃啊。你们刚才说选妃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穿得太奇怪了，我们不想跟你说话。啊，谢谢啊。再见，祝你们好运。皇上选妃。